扭。儿子，看见爸爸省发铃了吗？没有，没看见。怎么没了呢？就放洗面奶旁边。那你得问洗面奶呀。你倒霉孩子，我跟你说话，你扭过来行吗？能不尊重我呢？爸，我这学习呢，你能不捣乱吗？我成绩退步了，算你的，算我的。矿泉水2块钱一瓶，你给整100的，找你多少？26。在人类范畴里，你已经没有退步空间了。你把脑袋给我扭过来。我拒绝。扭过来。我不。你又拿我省发铃当洗面奶了，对吗？爸爸，你怎能胡说吗？我又不是傻子，我只是需要一点私人空间。私人空间，懂吗？隐私。但是那话说回来，你老这样混着放真不好。万一有一天要是有人用错了，这不耽误事儿吗？你把脑袋扭过来。我不，我给你买大礼糕吃。用不着。